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呢？你跟我一点纠葛都没有，你到底为什么要搞垮我？为什么不回来呢？让你担心我啊。我会担心，所以回来吧。聚餐时我们要用身体年龄拍长幼序位。我是公司的老幺，海英她41岁。我需要你不会问东问西就离开我的理由，所以才会那么说。对不起，又跟那个人交往了。因为你这家伙让人摸不着头绪，情绪摇摆不定。放手，我不久之后会死，死之前会舍不得那个女人。喜欢就是喜欢，干嘛想那么多。又是吴海英，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到8点，未来戏剧台。